这个太阳是着实太热了，是哪个那么好心啊，把那个地下面的水湿了那个？啊？哦，这里哦。嗯。这个地下需要免水是吗？方便。你老大爷搞个船车干么子嘿？哎，那里还有一堆沙，去看一下。这个船车是我当年开的船车呀。你看那个沙，老公。老大爷这是搞的什么东西呢？这是搞了条路了，你看我两几天没回来，搞成这样子了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我们等了你好久了。哎呀，几天没回来，你看，那，你带点牛奶澡。牛奶澡，快点进来，等一会儿就开放了。哎，我的宝宝，三娘。哎，我弟，快点，三娘买的澡子，拿吗？来，我来，拿着给你们洗来。走，这样玩儿来，真的。后面的话栽点花花草草，种一些桂花树啊。到时候我还搭一个那个葡萄架。月亮，啊，你好几天没回来了，走，我带你去后面看一下。我好几天没回来，你这是搞大工程的，你真的，你能干啊你？是你哥，准备把屋前屋后把它围起来，因为我们这里野狗多嘛。你看以前我们喂了几十只鸡，不就好多野狗被他们吃了吗？哇，哎，这里好宽了。啊。啊，你说像一个田杆杆那么小，现在像一条这个小道了。哇，这真的是，我还没回来几天，你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。我觉得这一排准备种一排那个桂花，对，桂花树。哇塞，老弟，那我葡萄架准备搭在那里。那里搭葡萄架？啊，然后、哎、你看，那个过去那里的话，到时候挖个鱼塘。就又可以喂点鱼啊，主要是又可以还可以游泳，鱼疗可以。哇塞，开玩笑的，也可以。哇，这里真的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，这个后面全部都打掉了。嗯，这几天没回来啊？发现宽敞了一些了没有？好宽敞。何止是宽敞一些啊，好大地方啊！那种后头是个后花园嘛，那种。那是花树啊，这搞出搞出来像不像啊？搞出来的话有一点点像，然后这里是假山。假山啊，这个假山呢、啊？那反正这到处都有石头，再搬一些石头回来就行了呀。到时候看嘛。哇，嫂子你规划的很好哦，你这设计师设计的，标准的花花园了，这样说的话。是还请了设计师啊？他们，弟弟他们请的，他们会设计吗？你那个地方你是那个啥？主要的设计师之一是吧？设计师是专业的，我们是施工。包暖全局，是吧？哎，你说恁个高些，确实好宽了，后头哈。啊。没发现恁个那么宽的。发现没有？以前杂草丛生，都是一些没用的桃树，又不结果。好多地方那个是做那些杂树杂草，跟年纪长得不稀啊。嗯。其实这样弄得好宽哈，好宽敞，好明亮。你还记得我们以前我们三个的梦想吗，小米？你们有个什么梦想哦？以前在我们家机场那里啊，哦，你的梦想啊，你的梦想，对啊，你记不记得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修栋别墅啊。就在，你看我都没实现，被你帮我实现了。我现在暂时还实现不了，我是有这个规划，然后到时候的话，明年嘛，明年再来改装，就把我那个房子改装一下，加一层就行了，也不去把它推，就只改装，改装的话本钱少一些嘛。哦、哎，对，主体还在嘛？一步一步的来，有脑子。这下先搞这个，把后面弄好，弄整齐，弄规范，弄安全，对吧？自己住的地方要住得舒服才行。嗯，一家人。嗯。我觉得真的挺好。那两边呢？两边你来看嘛，来这边看嘛。这里我墙啊，嗯。哦。因为你不打墙的话，对面的山上野狗又那么多，你还记得那一年我们那些鸡嘛，全部被野狗咬了，也不安全，小孩也不安全嘛。有道理。嗯。这全部都墙伸到前面去，就是两边，这两边就是围墙，中间就是种花花草草、树木，歇凉，喝点茶那些，歇会凉那些。不然这样的话，就是诱惑你们经常回家。这个肯定会经常在这里哎。你看到时候从那个地方开始，从那个树那里开始，到这个地方都是一个池塘，就是一个鱼塘。鱼塘？嗯。鱼塘。嗯。你还搞了个鱼塘啊这里啊？啊。
哎，你不是喜欢钓鱼吗？你不是出去钓了，大哥就来钓。出去钓鱼了。对，你他和家乐经常喜欢出去钓鱼啊哈。嗯，夏天的时候，然后还可以在里面小孩子在里面游还游，对。哎呦，沙子上面那么高嘛，我这个。你看这边的话，到时候可以放车。这里。那他们没有规划，我也想想那个美好的画卷，我还是想啊。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怎么搞？但是我跟家乐两个，你好好到时候以后有钱了之后好好规划一下。这里的话就拿来停车。啊，停车？停车场啊。嗯。哦，停车场，停车库。嗯，以后你们回来了，车就不用暴晒了，直接停到这里来。来，老欧，我们把这个抬上去。我那个不抬起来，哪个不同？看一下我多大的力气哈，那么大一个四方等灯，你看我是一只手把它举起来，你信不信？毛事可以是不是？毛事来，你来。毛事，你是一个泡沫而已。我说别把踩到了，他们也有生命的。慢点慢点慢点，别刮到了，这个一刮就碎。来，这是泡沫。来吧，毛事。来，大力士上演，徒手200斤。大力是不是如此？你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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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点哦！放上去，我没你高。哎呦呦呦！这个也没用了，但是也别浪费了，先放到这里，怕以后有用。你这一块啊，我跟你讲，嫂子。到时候你的车、家乐的车、我们的车，这里随随便便可以停三部车。这么有规划的话，导致我现在呀、啊，心里像那个小鹿撞一样的，我也想弄啊。你也想弄？弄哪去、啊？老黄到我们老金两个以后有钱了之后，我也想修起来之后，后面像嫂子他们这样子搞一下。嗯。后面不管他规划成什么样子是吧？嫂子们现在是大概初步规划一下子。对。是吧？时间慢慢的来嘛，这个东西一步一步的来，是不是？嗯。这农村其实很舒服的，你看太阳上面晒得像个什么？像个火鸡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下来之后，这个阴凉的地方，你感觉是不是很阴凉，很舒服？嗯，我们这里就很适合养老避暑，真的。把屋前坡打好以后，自己种点菜，像真的是养老的话，真的很合适，身体健康是吧？身体也好，一家人在一起也笑呵，又开心又和睦。随时你们回来了，看到以后你们就是不没时间回来，都要抽时间都想回来。真的，肯定啊，愿意来啊，非常愿意天天待在这里。以后有好茶有好酒就记得带回来喝哈。我要买一个茶具回来，也不用那种茶具，就是那种感觉在海边那种，很悠闲的那种。那你买个摇椅了。摇椅，哎，对对对，再搞个或者搞个那个秋千。哦，对，秋千搞，茶具归你们，秋千归我们三组里。游泳池归孩子们。嗯啊，夏天游泳，毛生哈，终于有游泳的地方了。在哪里游泳啊？别急，明年的夏天一定要你们游上，到时候把那个，鱼塘里面，应该是塘里面，放几条鱼。一定会放点鱼，还会放很多游泳圈，到时候一起哈，爸和姐姐他们。那个有多大？那个游泳池？很大。规划吗？还是在监工的？监工，监工啊！最高领导人监工我们家。对，爸是我们家的主管。最高领导人，走，准备吃饭。走，躺下坐。爸吃饭，走月亮吃饭。嗯。好吧。你要拿他后头如果能够规划的话，他前头像那个样子不好看的哈。应该整个别墅出来那个。十块准备，他后头上头可以加一层呢、啊，或者是那么你把它造个型，哦，房子你不能推倒可惜了，是吧？这上头加一层。嫂子，你们是啷个想的那个？到时候再看嘛。这个后面改了，前面确实是不搭了，但是不是今年的计划之内，明年后年，是吧？努力实现吧，心中要有一个梦想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梦想。他已经不是梦想了，已经在操作了。但是我有啥？你就努力吧。看到嫂子他们这个一搞，你就努力搬砖吧。好，等一会儿那个搬起了，你这个跑到那个藤椒树那里去坐下来，有凉快，对不对？
进攻，是吧？草帽戴起进攻。走走走走。